喂。啊？他不在家里啊？哦。喂，心如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你不准到学校来哦，搞不好等一下会有警察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不准到这里来，不准到这里来听这边哦。你为什么要到学校来？难道你要跟谢振廷一样吗？认谢振杰，也比认错你们好。你们都骗人，我讨厌你们。我讨厌你！真要把我们赶走？不知道哎，但还要谈啊。干嘛？你们都上来讲过话，只有我还没有上来讲过话，就要被赶走。反正你们又没有话说，你有话说吗？有啊，那你就上台啊！现在你要我去跟警察说？上台啦，他们来了。现在，赶快上台啊！赶快上台啊！我帮你推时间，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高二群，有话快说，别快放。高二群，有话快说，别快放。前进。高二群，有话快说，别快放。前进。
进。高伟行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前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经过一下，对不起。前进。高伟行，有话快说，不该放。前进。把手勾起来！把手勾起来！高伟琴，我是高伟琴。前进。高伟琴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是郭中生，我不说。我抗议。我可以。前进。我抗议！我抗议！抗议！前进。我抗议！我抗议！抗议！我抗议！我抗议！抗议！我抗议！抗议！我抗议！我抗议！抗议！
叔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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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，汝浩是不必哭的，因为接下来的事，就像每一部连续剧的收尾，时间到了就该结束。于是，我们被驱离，没有什么人受伤，法院也不对我们起诉。第二天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，事情也被遗忘了。真的被遗忘了吗？下个月十号，怎么不在美国生了再回来？这样子小孩子多一张绿卡哎。我们也很挣扎啊，考虑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决定回来台湾生。为什么？台湾教育环境那么乱，为什么？我们在想，如果台湾能够生出像我们曾经认识的那些孩子，这个地方应该还不错，应该还有它的优点，也应该还适合我们的孩子。真的吗？